会绕回到刚刚的地方。哎，这不是到人家的庭院呐、啊？哎，是不是、啊？是啊。那到人家的门口啊。嗯、这样吗？没有路了。对、嗯、啊，到人家的门口回转啊，回转。哦，难怪一定拢奇怪，啊，你两家干嘛？这个无路用。对啊，看起来不像栽培。哎呦，他们的柱子很特殊哎，巴洛克式。啊，像拢无路。无路。你有这一定？刚刚那个指标不是有一条直线？啊？嗯。所以一定拢奇怪，你我家都无路用。你不会假装说我们来找人的，不然太丢脸。太不认识。我下车。没有，你说我们是来找房地产，买地的。嗯，这边都没有卖地，花东那边都满在卖地。有些人的确需要钱啊，而像我同事的，他